的心来泡温泉，就温泉对观光客来说就是一关。南投县是温泉密集的县市，东边是高山泉，北边是中央山脉泉峰，南边则是竹色大山。温泉分布在浊水溪的支流，打乱溪分把海浦溪交错流域，加上一直动形成温泉最佳条件。庐山温泉位在南投县仁爱乡乌社东北方，温泉是属于地下水地层，水由地层裂缝进入地表下储水层，遇到热源受热后被高山生物质水位差的压力涌生，渐次冒出热气。依长老传说，达乱地区是赛德克族人千多年前发源迁居后选择居住的第一个落脚位置。坐在附近的赛德克奶奶告诉我们，很早以前达乱溪谷原本是一条深达几百公尺的大峡谷，谷底有许多的自流温泉水。赛德克族人曾用三大层石头围成数个温泉槽，已经使用好几世代。附近相传当地原住民在打猎时发现受伤的鹿泡在温泉水中，多日后竟然痊愈，而被称作灵泉。书上记载，日治时期仁爱乡春阳一带曾设有日式温泉旅店，现已消失不见，后来才于庐山发展温泉至今，但在安全考量下逐渐退却。2012年的4月，我们陪同平地同学实际回到儿时玩耍的来到达乱溪中央一带，希望寻找那熟悉的泉热。来到达乱溪支流，沿着小路前行，一路上是高山生物的地貌，露出层层的白云海水。我们判断此处还是新生之的地表，仍在继续变化。我们协力牵引换到河川对岸，住在当地的同学赤脚试探地表温度。我们在山壁旁发现缝隙流出的微量的温泉水，而在附近温度最高的砂石上，我们试图向下挖。我们发现越往下挖，泉水温度越高。不久，我们在上游远处裸露的山壁上找到另一个温泉露头，沙子和流出的水不时地冒出阵阵的烟。最后我们沿山路向上游走，拜访当地原住民朋友经营的温泉。回程的路上，我们前往春阳部落更上方的布阿伦部落，我们陪同很少回山上的达纳，顺道拜访在部落聚会的族人与达玛鲁兰。返回平地的路途，我们顺着河谷绕着山脉返家。对下游的来讲，说那个积水器下游
大的时候，河道变大的时候，那个桥势必要扩大。不要弄啊！等我一下啊！一路上发现伴我们成长的高山峻岭，台风后转变为土石流，顺着达鲁兰溪往下游堆积。因为砂石层越堆越厚，原本的深谷桥梁也被迫一再加高。这样的景象一直震撼我们的心。六月，我们再次前往庐山温泉。我们想寻找庐山温泉的根源，但是在这里只看到饭店及旅馆。我们沿着河谷旁的小山路，依照指标向温泉头前进。路途中可见到溪谷两旁板岩的分布状态，在路旁不时发现岩层缝隙中堆积黄色的淀粒。在到达温泉头附近，我们看到的是一间间简易的土屋和人工温泉井。人们用密密麻麻的黑色水管将温泉水引入温泉旅馆。2012年9月开学后，台风后，我们又回到达鲁兰溪附近的河谷。同行的好友说，天平台风后，河道离桥面越来越近，刚盖好的桥又不能用，附近的居民被迫再往上迁居。大地透过温热的河沙涓流的热泉向我们诉说它的脉动，但现在因土石的崩落，河谷淤积，温泉不再温柔，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一再受到考验。我们希望平地人能体会自然环境的变迁，从温泉的消失体会大地与河流的共生。Oh, yeah, yeah.